这么衰，刚好遇到一个这么用枪的人。这关键是你等下赢，你敢上台选？那他平常怎么对？对付他？对啊，对，等一下枪指他的头了。然后我们去挡住镜头。不能让他看到。左一拳啊，右一拳，大家一起缩一拳。已经取得了发球权，啊，玛丽，我的玛丽，加油！瞄准了右膝的脸。你要干嘛？然后演绎天生男人。这么可爱的讲话，你真的，对，而且他这样子好冷哦。哎，还是你漂亮，还是你漂亮，还是你漂亮，他的漂亮是你挡不住的。哎，他是有点漂亮，有点漂亮。好，恭喜小哈这一对哈，六个人一人一张天梯。